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制作剧员，然后我在 Utah 社区里面打造主角。那我是那个帮房东改变报税系统那个专员，对，那我擅长改变大家的房贷的意识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他就主要讲资讯不会带来改变感受，对啊，就是其实我想讲房贷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，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就是台天灾地震很多的地方。对，然后那个地震多少人？就多少？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时候地震的时候，大家会做什么事呢？大家不会躲在桌底下，大家会上 Facebook 发我说妈有地震，对，然后甚至找一些笑话来说说啊地震的时候各位该怎么办，然后跟大家怎么办，然后工作办可以解决这样子。对，那大家就是防灾准备，大家会呈现一个大家现在防灾准备，政府是把资讯放上去，可是不是把资讯放上去，民众就会自己做。所以，只要你要怎么让这个资讯有感，其实你要协助的不是让民众去做一次的房贷准备，你要协助让民众养成习惯。那要协助大家养成习惯的话，你要有这个三个事情，大家才会养成习惯。一，你要及时讯号；二，你要让他把这个资讯变简单，让他能够使用；再，你要给他礼物。所以，其实我就设计了一个这个结构了。对，你要怎么样给他提示讯号？而这个讯号之后，他有哪些行动来引导？那这些行动引导他才能产生结果。比如说，今天就是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发现看到手机上看到一个地震新闻，说哦，今天花莲发生一个地震，然后他同时下面就有一个那个你马上可以检查你家的房子安全按钮，而你点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发现说，OK，我可以先去做房屋的任务，还是物件的任务，还是家庭的任务。然后点击房屋任务之后，我就可以去检查一下，哎，我房子有没有倾斜，门有没有被压变形，然后墙壁有没有龟裂，什么龟裂，然后点进去的时候，他都在示意跟我讲说，这个就是龟裂，这个如果有写的话，就组装完成记录这样。然后我完成，对，那我这些事情我能够让我能够操作去完成这些事情，而完成之后，就是我还可以传给我重视的，因为我自己安全，他比较安全，我家人都安全才叫安全，而我的整个社区的安全才叫安全，所以我要做一些事，这个任务还要让大家能够传播，然后又传给其他人。那我希望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你还可以统计说你来做哪些防灾准备。那做完之后，其实你甚至可以就是，我希望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又有更多打扮做好了这些防灾准备之后，那比如说你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你不用害怕，无能为力、恐惧发生之外，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。那我希望说以后就是碰到这样，我这就又碰到什么新的攻击威胁，他飞过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变成哦，你飞来一次攻击，然后我们会有大概10万、10万、10万或13万的赚。做了那个防灾准备，那你再飞啊，你就要变你的流量，每次飞来，我都变成到很重不防这个防灾准备的事情。对，那我今天我可以做出很多界面，我可以跟人家讲说这些景多有多重要，可是我不会把它都做成城市。对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个构想跟界面变成系统的工程师，还有其实要这些防灾准备，要把这些文字做简化，要变成任务，需要一些对 UI 有兴趣的文字工程师。谢谢。